受国际金融风暴的影响，楼市交易量持续低迷，随着开发商促销，降价潮席卷全国，由此也引发了业主大规模的退房潮。经理，今天有带看吗？还带看？连个电话都没有。那既然都没有生意，我想请假回趟老家。本来就没提成，你要是请假，你小心底薪拿不全啊。但要是再不回家，我就连饭都吃不上了。嗯，去吧去吧。谢谢经理。肉来了，嗯，好吃。嗯，特别好吃。蓉蓉啊，你这在北京是不是连个猪蹄子都吃不起啊？哎，怎么可能？那北京的猪蹄能有妈妈的味道吗？这可不是你妈做的。是楼下那王大头做的，哎，没有，拍拍妈妈马屁嘛。别拍我马屁啊，把你自己弄利索了。我真是不明白啊，蓉蓉，你说你在北京这么干熬着干啥嘛？买三套房子啊，欠一屁股债，男朋友也没有，这一年半载也回不来一趟。这好不容易回来了，就两个肩膀扛个脑袋，两个胳膊拎两只手，连个行李都没有。哎呀，知道的呢是你没混好，回家吃口好吃的。那不知道的还以为你犯事儿跑路了呢。妈，什么呀？切，哎呀呀，没人跟你抢，慢点吃。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啊，你说上大学的时候吧，你还知道打扮打扮，交交男朋友。你看看你现在，这连衣服都是借的。哎呦，我真是不知道你这是干啥呢。哎呀，穆家人就是我，那有什么关系？好了好了，吃饭吃饭。不过你妈着急也是对的。这几天看新闻，看到那净说这个房价大跌。对呀。因为售楼处都被堵了，很多这个老业主啊都堵在那门口啊抗议呢。堵也没有用，那房子也是商品啊。哦，涨了就笑，跌了就闹，一点企业精神都没有。不是啊。照这个趋势下去啊，我和你妈是担心你那几套房没准什么时候被银行给收走了。对，咱们当初说了在市区买套房子自己住，你上班近少贷点款，这房子是涨是跌跟咱都没关系，咱只要在北京有个窝不就行了吗？哎，现在可好了啊，你一口气买三套房，欠那么多钱，自己上班那么远，现在咋样了？房价跌了，你说你是不是哭都得要跑到郊区去哭啊？你妈说的有一定道理，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啊，听听爸妈的。实在不行啊，把那几套房子都卖了，亏就亏点，咱不怕。哎呀，卖卖卖，赶紧卖，别等着人家银行到时候贴了封条的时候再拍卖。爸妈，我跟你们说，现在我一无所有，就剩下房子了。房子是我留在北京的底气。现在我混的是不好，但肯定会有成功那天。哪天？你告诉我哪天成功？反正就是不久了。久不久的都不等了。这房子的首付是我和你爸出的，我说卖就卖。我不卖，我供得起。我说错了，我哪句话说错了？你那语气呢？哪天哪天你逼孩子呢？没事，蓉啊，那个一会儿给你热锅里啊。孩子变成这样的都是你惯的，怎么还惯上我了？蓉蓉，没睡呢？哦。爸，你进来吧。
你妈，谁让我给你热杯奶？快，趁热喝吧。你妈你不是不了解，叨叨嘴豆腐心。有电话啊？嗯。行，那你早点睡啊。我们话你也往心里去去。喂，倩儿，什么事儿？吓我一跳。孩子怎么样？能怎么样？挺好的吗？房东还没有把冰箱给你们换来。啊，没事，应该的。喂，徐姐，哎呦，真不好意思了，大晚上还打扰您。那个是这样的，房客家的冰箱不是坏了吗？你能不能给他换一台过去啊？是啊，一个冰箱能用好久呢，您就给换一台呗。对呀，现在市场也不好，找个省心的租客多不容易。嗯，那个租客有点急，您就这两天给他换一台过去啊。啊，哎，辛苦了徐姐，哎，真麻烦您了。嗯，好好好。哎呀，你说。好好的一个大学毕业生，现在呢，成天惦记着给人家换冰箱。行了，孩子大了，随他吧。叨叨叨叨叨叨叨一天了，睡觉。嗯。欢迎。田荣同学，回家，立林指导。来，一起欢迎。干杯，干杯。谢谢。哎呦，好。哎，刘荣，听说你在北京买了三套房子，你这真厉害啊！没有，没有，贷款买的。那现在房价跌成这样，那贷款还用还吗？看看看，一点世面都没见过，一点经济都不懂，那房价归房价，贷款归贷款。就算这房价跌到了脚脖子，银行管你要100啊，绝对不会让你还99的，对吧，蓉蓉？是这道理吧？哎，是没错。阿豪，你厉害呀，老板没白当。蓉蓉，你可不知道啊，阿豪现在倒腾挖掘机，专门挖煤的那种，贼赚钱。呦呦呦呦呦呦，老婆都换2轮了，生了仨儿子，哎，这人生才叫飘呢。三个儿子啊。没办法啊，谁叫咱哥们喜欢玩呢？对，哎呀，你门门不及格，也就体育好。蓉蓉呢是门门都优秀，体育亮红灯。那可不，哎呀，我跟蓉蓉多互补啊。但是上学那会儿啊，蓉蓉没看上我。蓉蓉，那现在能看上我吗？他喝多了，你小心老婆回去收拾你。他敢，他要敢收拾我，我就不给他买包了。不好意思啊，喂，来吧。田小姐你好，关注到您名下的信用卡已经逾期了，请尽快还款，否则呢会影响您的征信。我知道，我在老家呢，我回北京就能还。嗯，能不能宽限几天呀？7天行不行？哎，好，好的，好的，谢谢啊，嗯。哎，蓉蓉，我去厂里看货，总在你家门口路过。嗯，我爸单位分的房，这么多年前后左右都拆了，就轮不到我家。嗨，靠拆迁啊，那发的都是小财，没什么意思。蓉蓉，北京不好混，回家呗。我养你。啊，我谢谢你啊。嗨，跟我还客气。我们都知道你在北京过得不好，没事儿，这不有我呢吗？多个朋友多条路嘛。嗯。哎，那我送送你是吧？啊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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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走了啊，再见。再见
再见。蓉蓉，你慢着点儿，刚才说的你考虑考虑，有难处找我，豪哥永远都在。一个同学聚会嘛，这咋就弄到这么晚都不回来呢？行了，好不容易回来一趟，你就让他放松放松啊。这个女孩子呀，还是不能放外面，就得搁家里头。在家里头咋都是掌上明珠，一到外面去，那就成了石头渣子，给人家垫脚，人家都不愿意。我呀，就在这儿等着他，我就是要问问他，他那些同学们都结婚生娃了。我问问他去了之后，那心里是个啥感受？我跟你说啊，该问的问，不该问的，别瞎问。哎呀，我知道。这么晚还在外面呢？啊。我们都知道你在北京过得不好。坚持住。